小朋友。哇，哎，完全不一样哎。小俏妞的感觉，有啊，小俏妞哎，漂亮，那林黛罗韩的感觉。你引到照片旁边站一下，是不是还蛮法国的？蛮法国的，不过看起来是她打扮成大美女，就是。你有不自在吗？现在他还好，还可以啦。你喜欢吗？头发有点不自在而已，就觉得有东西在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他可能是今天最会走台步的一个。好，你走走看。他看起来会走路，雅妮想要走到那边哦。法国女孩的感觉。他比较会走，你可以摆一个这样的 pose 吗？因为你有帽子，你可以就是你知道抓帽子，然后是有点甜笑。好可爱哦！哎，你也喜欢踹口袋哦？对啊，因为手不知道摆哪里，对不对？其实踹口袋蛮时尚的。对啊，很时髦。你是不是其实想要穿裙子，就是礼服之类？你有羡慕他们哪一件？我觉得他们都穿得很漂亮啊，我今天走比较跟他们不一样风格，所以其实你希望再更女性化吗？全集的，所以你觉得他那个是你喜欢的衣服吗？觉得还好哎，你觉得羽毛球站起来，那个有点太辣了，这太辣，对啊，所以你觉得今天除了你之外，谁改造最成功？我觉得他，他吗？羽毛球，对啊，你觉得算漂亮吗？算。所以如果要一起去看电影的话，你会觉得跟他一起去看比较适当一点。那你觉得如果今天改造当中，你觉得谁是被我们节目整的？我觉得这也是他吧。请问两位男生，就是跟他们之前的样子比较的话，会比较喜欢现在的样子吗？我觉得雅妮可以尝试，就是没有比赛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你平常也是牛仔裤，要不然就是球裤，然后 polo 衫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多穿女生的衣服。我今天好喜欢那个丽慧啊，我觉得好可爱哦。你说舅妈？好可爱，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。所以你会跟她去买菜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真的好可爱，真的。OK， 所以那个衣橱里可以开始考虑一点女生的衣服吧。你要让观众感受一下他们五位集体往摄影机走的那种魄力吗？应该观众会感觉到有人进攻吧？是不要快，不要快，蹲进去。好，麻烦五位选手起立。请你定那个菲菲定一下终点站在哪里，不是要吓观众哦，是要让观众惊艳。这边好不好？这边啊，菲菲平躺在地上当中，这辈子走的最优雅的一次，拿这里啊，就到这边，它就是终点站啊，不要超越我啊。所以呢 ，S 不要超越，你先示范到前面，他们摆一个 pose 停住哦。正常哦 ，S 不要太夸张，对对对，记得不要超过我，要不然观众会有一种压迫感，不要超过。对，他不是，对对，不是。对，大家就这样。好，我会看到了啊。OK， 哇，好，一二三，请出发。